踢爆万人勾噏，结构正确论述，炼狱恐惧教室。好啦，大家好啦，咁啊嚟到呢一个炼狱沦陷嘅第三节，炼狱恐惧教室。诶，做咩搬咗嚟星期二咧？系啦，咁啊最主要原因就因为咧呢一个嘅节目咧，即将就会其实唔系已经咧系成为一个收费节目啦。嗯。咁就除咗第三节之外咧，基本上頭兩節咧，我哋咧都會真係收費先可以咧重温。哇！尤其是第二節嘅國際環節係好精彩。係啦，咁就所以咧就提翻大家啦，即係咧而家煉獄世界咧就會係一個收費節目。咁啊，詳情咧大家應該就要去咧係 MIHK 或者 lowjoke.com 咧嗰度咧去查翻呢一啲訂閱呢一個嘅節目重温嘅詳情。咁我呢度咧只可以話翻俾大家聽，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訂閱嘅話咧，最好盡快就去俾錢啦。即係當然啦，你唔想訂閱，甚至唔想睇咁啊，唔緊要啊，冇問題，呢個選擇問題。但如果你真係想訂閱嘅話，我可以話俾一個好大 hint 大家聽，就一定要盡早訂閱，因為咧喺不久嘅將來咧，可能咧喺收費上面會有個變動。即係鱷魚話要退調整。係，我唔知啦。咁總之大家記住，如果你聽到呢度咧，你決定係重温咧，就早啲訂，因為一係你唔好訂。一係就早啲訂啦，唔係都係訂啦，訂咗先啦，屌！好啦，咁啊，亦都咧簡單講翻我哋今日呢一個嘅煉獄淪陷會講啲咩啦。咁啊，第一節我哋講咗啲咩啊？第一節我哋講咗跟進翻上水旺角嘅淪陷嘅情況。係，咁啊，仲有就係呢一個即係大媽究竟即係有冇權去做佢嘅藝術表演咧？咁嚟所謂藝術嘅表演係所謂藝術表演係咪應該要學左家講要包容佢、大愛佢、攬住佢？另外亦都講咗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港隊嘅退隊潮啦，同埋即係要譴責下香港足總嘅無能啦，即係連咧係即係我俾一啲即係外國香港球員去參賽嘅權力都冇。咁啊，第二節咧，我哋國際環節就分別講咗就係呢一個嘅中東嘅最新局勢啦，包括就係喺帕米拉啦，呢一個嘅哈卜啦，或者叫巴卜啦，同埋就係呢一個嘅摩蘇爾咁啊 ，ISIS 咧似乎咧都有一個相當好嘅一個嘅即係反擊。即係我聽到都好擔心，即係 ISIS 咁樣初初以為死硬啊嘛，依家又俾佢對形勢又落翻 ISIS 嗰邊。另外都講少少，即係 ISIS 點樣去對抗，即係我哋講係而家喺即係敘利亞或者土耳其嘅部隊嘅一啲嘅戰術啦。係啊，咁啊同埋亦都講咗就係普京同埋埃爾多安，即係其實咧早喺呢一個嘅即係大使被暗殺事件之前咧。已經有很多嘅計算同埋一啲嘅即係合作啦，好犀利嘅計算。然後最後亦都係有抨擊翻咧奧巴馬咧喺佢臨內任之前咧係幾樣嘅小動作啦。佢扇呢個特朗普啊，扇特朗普，咁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咧，大家咧喺即係嗰個嘅即係收費重温度咧可以聽得到。即係呢啲咧，即係講真，出邊聽唔到啦，係要收費。OK， 咁啊，但係咧今日嘅煉獄恐懼教室，我想同大家講咩咧？咁因為咧2017年咁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新嘅第一集啦。咁亦都咧因為。上一個年度的最後一個星期就因為休息，所以就講不到。咁其實我都想做一啲咧係回顧同展望嘅。咁啊，回顧同展望會分別咧係分國際同埋本土去講啦。咁當然啦，我又唔會好似嗰啲新聞咁係十大即係國際要聞。哇！太老土啦，太撚多啦。我都會用咧係主題去講嘅。係。咁啊，首先咧喺呢個2016嘅國際回顧咧，其實我就有兩大總結啦。第一個總結咧就係一個後真相時代咧係對傳統媒體嘅衝擊。咁啊，其實當然啦，即係喺呢一個2016年最重要嘅兩件事件，當然就係呢一個嘅英國脫歐成功啦，同埋咧係特朗普可以成功當選做美國總統啦。嗱，兩樣嘢嘅特色都係咩咧？就係之前嘅媒體咧係一面倒咁咧，係聲稱另外一邊咧係真正嘅大多數。譬如喺脫歐公投嘅時候就話，大多數人其實都係支持留歐嘅，係啦。又或者咧係喺特朗普即係同希拉里競選嘅時候，就係希拉里咧即係當選嘅基本上係篤定當選㗎，甚至一面倒咧呢啲，甚至乎我係講。特朗普的即競選過程入面，喂，全個美國除了 Fox 都是在最後一刻才 endorse 佢，同埋幾個地方小報之外，主流的媒體由呢個 Washington Times、Washington Post 去到 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 或者係講咩 NBC、ABC 啊，全部都是或者我講 Economics 啊，全部都是 endorse Donald Trump。但結果唔係希拉里嚟嘅，但結果 Donald Trump 就當選。喂，這個呢一個有一些人去解釋就係咩咧？就係所謂叫有一個咧係即係 post-factual 嘅 era。咁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就話咩？其實咧依家啲人咧都唔係根據真相去決定一啲即係投票嘅意向嘅。明明佢知道咧脱歐係唔好嘅，又或者佢根本就唔知道脱歐係唔好，咁啊亂咁投咗脱歐，投完之後咧佢先發覺，哎呀，其實我冇諗過真係要脱歐㗎。又或者我係講話我冇諗過真係特朗普會當選㗎。即係呢啲咁樣樣就係所謂一啲叫後真相嘅時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之前呢個世界都提過兩個好重要嘅論點。第一樣嘢咩？
喂，你話呢啲人後悔其實有幾多咧？喂，你都係捉幾個人嚟訪問嘅啫喎，咁可能嗰幾個人真係後悔，咁但係 overall 咪真係後悔啊？又或者佢哋點樣去對待呢件事，係咪同你講話好 panic 嘅情況係一致咧？第二樣嘢就係你哋成日去批評啲人唔根據真相去作出一個抉擇，我只要問翻你哋，你哋提供嘅係咪真係真相咧？即係譬如喺呢一個嘅美國總統選舉之前，你哋所有嘅媒體都批判 Donald Trump 係會令到美國滅亡或者經濟衰退，而希拉里就係代表佢係一個咧係即係帶嚟美國希望嘅一個候選人。喂，屌係咪一件事實呢？又或者你哋覺得希拉里一定當選，或者英國一定會留歐，呢啲係咪真相呢？喂，所謂 post-factual era 其實一個最大嘅問題咩？就係喂你提供嗰啲 facts。是不是真的而家就越嚟越多人去挑戰翻你哋所謂希拉里或者我哋講話呢一個嘅留歐，對於呢一班嘅選民嚟講，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咧？譬如我之前都有提過，就係留歐同埋 Donald Trump 當同埋呢一個嘅希拉里當選，其實係象徵咩？就係象徵全球貿易就等於一種普世價值。但係呢一種嘅普世價值其實已經係被人否定咗，點解呢？包括我哋講過幾個原因啦，包括就係譬如全球化或者自由貿易令到全整體國家嘅經濟增長，但係可能係要幾年後先增長。但係最先受苦嘅人，佢哋有冇人去理佢哋呢？譬如我哋講全球貿易或者我哋講全球化可以令到全球嘅經濟增長，但係咪令到你國家增長或者你國家得益呢？全球貿易和這個的全球化可以令到某一些工種可以即增長，但是不是代表所有的行業都是得益，或有一些會被害呢？全球貿易會令到某一些的階層可以得益，但是不是你所處的階層呢？即這些都是我們會發覺結果所謂2016的國際回顧，有很多人呢是忽略了，或者他們看不明白，只懂得說、這班人很愚蠢、這班是自取其、即是自取滅亡、這班是自食其果，但他沒有說到另外一件事，這個其實是一個普世價值之下的輸家的反駁。普世價值就是我們之前一直都聽過很多，譬如我們不可以族群仇恨、我們要對所有人平等、我們要尊重所有人的權力、甚至乎我剛才所說的自由貿易、全球化，這些都是一些普世價值。但個問題就是現在有很多的時事評論員，即是香港是尤其多，他們只會看到整體的利益，但他沒有想過有一班人在這些普世價值，他是永遠是輸家來的。而這班人是越來越多的，譬如我們剛才說很多美國的工人，喂，他真的不會關注，或者英國某一些，因為在這個歐盟期間他會作為一個萎縮的產業，他們不會覺得這些這樣的全球化或者普世價值是對他們有利的。喂，即使是你有利，那關我什麼事先？好了，比較輕微的就是咩？就係、是、喂，我是損害者喎，咁我梗係要投脱歐，或者我梗係要投 Donald Trump 啦。即係佢被迫要即係將自己切身的利益去拱手相讓俾啲所謂嘅其他地方嘅人。我點解要用我嘅損失去做就其他人成功？而更進一步，越嚟越多人咩？就係、是、喂，其實唔關我事啊。正如我之前所講。我話譬如香港嘅零售業好受打擊啦，咁嗰啲中小企咪出嚟嗌曬救命，哎呀我又好慘啊！但你發覺香港好對呢一樣嘢好冷漠嘅，因為自由行或者我哋講零售業嘅春天最大嘅得益係業主啊嘛。好啊，咁而家零售業進入寒冬期最大嘅損失係邊個？一定係業主啦。咁我哋都唔係嗰啲鋪嘅擁有人，我哋都唔係喺呢個自由行入邊一個最大得益者。我哋梗會對呢啲嘢冷漠噶。喂，而家呢個世界就係不停咁衍生咗呢啲所謂叫 post-factual era， 其實唔係，只不過係你哋以為你哋嘅 facts 係對所有人都係真實，但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呢啲都係虛假。你全球化點啫？你經濟增長點啫？甚至乎你話 GDP 嘅增長點都唔關我事。嗱，呢一個咧普世價值下嘅輸家反駁咧，就係、是、第二個，即係我覺得計呢、這個即係所謂後真相時代之後啦嘅，我對後真相時代質疑之後啦，另外一個主流。即係譬如我哋講話啊，我哋當然會明白，我哋唔可以族群仇恨啦。我哋當然要明白每一個人其實佢都應該有佢自己嘅權利啦。喂，但係啲難民嚟到歐洲其他地區，就係真係發動恐襲，就係真係會係去即係我哋講強姦或者性侵女性，就係我哋講話對於呢一個嘅即係文化或者社會啊，係有啲好大嘅衝擊。咁所以你如果唔去顧及呢一班
的所謂普世價值的輸家、嗯、包括我們其實都是普世價值的輸家、啊、就是我們淪陷第一節講的、嗯、我們西洋菜街的行人，我們在上水的居民、嗯、你持續不去理他們，你成日都只是講什麼、哎、報警咯，你、啊、要報警，包容咯，大愛咯，不要、啊啊、說包容，哎呀報警咯、啊、或者我們會搞一些的設施，譬如陸路離境，所以會令他們搞不搞成、嗯、你持續去講一些沒有實質效果的安慰說話，或者持續去對這一班普世價值的輸家是視若無睹，甚至乎是很無情地看待他們，他們就站在極端的一面、嗯、即很多人都搞錯一件事。譬如我現在看一本書都是講一件事，就是講話、即是海耶克一直都講話、即其實那個的、集體主義或者計劃經濟最終會令到那個國家會變成獨裁的、嗯、這個是往奴役之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concept。 但海恩斯怎樣反駁他，他說喂，那你要想一件事，為什麼這些東西會變成了獨裁啊、嗯、就是因為你之前對這一班的普及的市民或者一些的戰敗國是有一個無情的對待嘛。喂，為什麼會有、就是、納粹德國的興起呢？即我想星期五會再講多一點，因為有些人批評納粹德國就是、就是、德國人的罪孽，或者我們講話納粹德國就是這個的種種滅絕的一個的 icon。 喂，但要想為什麼納粹德國興起、嗯、就是源於在這個巴黎和會裡面你們對於德國私語有一個沉重的賠款而所引致的咯。是啊，喂，其實這個普世價值輸家的反駁都是一樣道理的、嗯、就是當你完全不理上水的居民、嗯、當你不理香港的，即是我們說新一代，當你不理、歐洲原本被難民騷擾的居民，當你不理在全球化的一個普世價值之下他們受損的工人或者產業、嗯、他們就會不知不覺間走到一個你以為一個非理性的地方、嗯、然後對你作出反駁。有很多的香港時事人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支持反、港獨啊、勇武抗爭啊，為什麼會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啊，是不是他們是傻的、啊、為什麼這麼多人支持脫歐啊、嗯、就是因為你們對於這班的輸家冷酷無情、嗯、而令到他們覺得點咗攬住一齊死咯！即係你哋對呢班利益受損者或者受害者唔大愛、唔包容，係其實係啊，甚至係落井下石，啲人咪反撲咯。咪然後你話點解會有咁多極右勢力興起？一樣道理嘅啫，就係當你對呢一班受到影響嘅人完全無視，唔去體察佢哋嘅感受嘅時候，佢哋最初就會講點解要令到我哋嘅權益受到剝削，而造就你哋嘅理想達成咧、嗯？再進一步就係、是。攬炒咯，所以我成日話，沒有左膠就沒有極端右翼，呢個因果關係嚟啊嘛。係，咁啊，另外當然啦，即係除咗呢一個，我想同大家去做一個國際嘅回顧，即係簡單嘅回顧之外啦，即係兩大嘅發展啦。亦都想講下即係香港本土民主發展的一啲嘅回顧同展望啦。咁啊，2016年咧，當然啦，即係最重要嘅事件就係由魚蛋革命開始啦。嗯、跟住就係、是、即係我哋講話係鼓動咗一定數量嘅港獨同埋即係勇武抗爭嘅支持者啦。嗯、然後去到呢一個嘅立法會選舉，我哋會知道就係因為呢個雷動計劃啦，嗯、令到即係我哋講話香港係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啲人。即有幾個人是可以透過隻手遮天去操控選舉結果的，咁然後再去到就係呢一個嘅青年新政被 DQ 啦，咁、嗯、然後就我哋講話去到而家就被認為一個本土運動嘅低潮，因為梁振英宣布咗唔再連任啦。咁、嗯、有幾樣嘢可以去即係即係逐步逐步去分析嘅。咁有好多其實我喺之前嘅《啤利漫步》或者《連續世界》講咗好多，咁呢度只係揀一啲重點同大家去講。第一樣係咩呢？就係、是、我諗有好多嘅本土派支持者或者一啲暴力抗爭嘅支持者，佢哋忽略咗一樣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是、你哋從來都係少數，嗯、即係突然間咧去到因為有呢個香港民族黨有幾千人集會啦，嗯、跟住甚至乎喺立法會有幾個即係、就是、我哋講話係即係非建制派嘅一啲，即係我哋講佢可能對港獨同情，或者係一啲嘅立場比較激進嘅候選人當選啦。非建制，佢突然間就以為自己係大多數，嗯、或者係一個相當數量嘅人，所以當突然間有一個逆流反撲，即係我哋講話梁仲恆同游蕙禎被 DQ 啦。嗯，咁佢突然間發覺，哎呀，原來即係無論支持又好啦，反對又好啦，就講，屌你哋其實得好撚少人嘅咋，散撚曬嘅本土派。又或者佢哋會講，嚇、啊、原來我哋原本好好嘅，咪就係俾梁仲恆同埋游蕙禎搞到我哋變少數咯。嗯嗱，我孤物論呢兩個人，即係當然啦。其實我依家對佢哋都好反感。譬如游蕙禎竟然去參加個元旦大遊行，我心諗你咪黐撚咗線啊！即係呢一個元旦大遊行就係 exclude 咗你啊嘛！你仲黐埋去做乜差嘢啫？不過算啦，因為呢兩個人我覺得已經係歷史嘅，即係被。
淘汰了或者被沖淹沒了的人，即我想他在將來在香港政治的發展呢是已經是再沒有一個空間的了，即當然他會在香港歷史、會留名，不會的了，你不會再有人會支持他們，因為他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也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路線，但是我想講的重點不是這裡，而是喂本土派或者我們說港獨派啦，同埋呢一個嘅支持勇武抗爭嘅人，從來都係得10%嘅啫，唔會再多噶啦，唔會再多。意思唔係話將來唔會再多，係而家就係咁多咯。你點解突然間講哎呀，我哋依家咧得翻好少人咋？又或者唉呢班人咪已經散曬咯？喂，唔會散曬嘅，因為咧其實喺香港呢個政治環境，只要本土港獨派唔會話因為我承認港獨就會俾人拉嘅話咧，永遠會存在。佢只係等一個機會。等一個契機，佢咪會重新出翻嚟咯。咁當然，我係認同咧。喺梁振英唔再連任之後，假如係曾俊華做呢個特首之後啦，咁呢一種咁樣樣嘅即係激進派咧，係會走入一個低層期嘅。因為當年的曾蔭權上台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啊就是、你即刻看到七一遊行，就是當時我們被譽為一個反抗政府 最重要的 icon、突然間就只剩下幾萬人，那剩下幾萬人是不是因為退聯，是不是因為佔中三子被、就是、我們說攻擊，當然不肯是啦，就是因為那個反抗的意識或者個動機低了，啲人咪唔撚去咯。嗰陣時有冇學聯啊？喺曾蔭權上台之後，咁嗰陣時點解會少咗好撚多人去遊行？好撚簡單啫，六四嗰時都係少撚到，即係喺2008年之前嗰幾年。即係所以咧，第一樣嘢你一定要即係有一個總結就係、是，喂，你從來都要認清咗自己嘅實力係幾多，同埋亦都唔需要悲觀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咩呢，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左膠黃絲，就係、是、你揸槍咪勇武抗爭咯。其實我依家就想講翻俾大家聽。所以第一樣嘢當然啦，一個最好例子，我頭先國際環節冇講嘅，呢度講多少少，咁、就係、是、烏克蘭咪就係咁咯。烏克蘭，你諗下佢係和平爭取到個民主政權喎，係咪和平爭取咗之後，以後就唔使用武力啊？而家咪就係同東烏克蘭嗰啲俄羅斯部隊打到撲街咯。第二樣嘢，呢一班嘅俄羅烏克蘭嘅士兵佢講咩？佢話佢哋最大嘅支持唔係嚟自政府，而係當地嘅居民。喂，其實勇武抗爭或者我哋講爭取港獨，各人有各人崗位嘅。有一些人會走去前面去做一些挑釁性的事，或者去做一些激烈性的事，亦都有一些人可以在後面支持的、不是說所有支持勇武抗爭的人都一定要立刻揸槍落街、即是講這些的人我都成日都講，那你們現在出街佔領我馬路被警察box了先啦，不要講那麼多啦、你自己都未能做好你自己的本分，你批判什麼的人啦、好啦，那啊但是呢講翻呢一個嘅即係本土派同埋即係所謂勇武抗爭的支持，我覺得不緊要啊，即譬如啊，呢一個嘅李小龍一路都講咩啊？佢 be water 嘛。喂，而家係低潮期，你咪黐服咪做好一啲論述工作咯。去到有契機嘅時候，你哋咪挺身而出咯。即係唔會話哦，依家冇嘢做到，勇武派或者我哋講港獨派就會散咗嘅。喂，呢啲嘅感情，呢啲嘅諗法，從來都唔會喺心裏邊消失嘅。只要香港一日冇民主。香港一日都是要靠依賴同中共建立一啲嘅協議，而先能夠苟且偷生嘅話，港獨同埋勇武抗爭嘅思潮係永遠都唔會消失嘅。呢個就是我第一個嘅回顧同總結。好啦，第二樣嘢當然啦，亦都就係講翻就係、是其實同我哋頭先講歐美嘅情況好相似嘅，就係、是、只要一日咧，年老嘅一代同埋主流嘅一代，佢哋去忽略翻咧。激進的一班人和年輕的一代，他們自己為什麼會走入激進，即是 會去到反抗啊，或者對這個社會不滿的話呢，這一種這樣的反動力只會越來越大。我都說現在有很多這樣的老屎忽，即是 D100 那班老屎忽，又或者其他時事評論員經常說什麼，他說屌網台搞幾年就執笠啦，但是到時看你吃什麼，或者他們說什麼，說即係而家香港有萬零蚊份工已經可以過得到日子，你睇下我哋以前幾個人 share 一個廁所，我哋住埋嗰啲林屋區咁撚辛苦都過到啊！萬零蚊都係要租劏房住。而家你哋住劏房已經好多啊，以前叫板間房啊，連一間房都冇啊！以前未有 internet 添。只要當屌你老尾咁啊，我都講咗石器時代咁啊，最撚慘添啦！咁唔係搞乜撚嘢，其實同埋以前搞乜撚嘢革命啫，屌都生存到。即係唯一嗰啲餓到即係黃金之亂嗰啲，即係餓到食唔撚到嘢先要反抗啫。咁你辛亥革命革乜撚嘢名啫？屌，大把人喺清朝都唔知覺得係啊，佢都話立憲咯。係咯，係咪啊？搞咁撚多做咩？呢個香港有好，即係呢個世界好多民主運動唔撚使搞。如果你淨係成日拎舊屎嚟比，舊屎沖撚走咗個浪鳩。只要呢班嘅老而不，只要呢啲咁嘅舊傳媒
譬如依家新出嘅即係咩啊，叫眾生眾新聞，即係一睇下嗰張合照，又係呢班老嘢把持住。嗯，喂，我可以話俾你聽，呢種咁嘅世代鬥爭只會越嚟越激烈。個、問題唔係話老人家同埋後生仔喺利益分配出現問題咁簡單，而係講緊你當班老人家掌握住權力，而唔去體恤一啲無權嘅新一代嘅時候，呢班人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只會越嚟越走向極端嘅。所以點解我話即花咁多力量喺呢個選舉之後，我要 discredit 呢個雷動計劃，就係因為呢啲就係有幾個老人家，就係黎智英啊，即我覺得戴耀廷唔係啦，但係佢當然亦都唔能夠逃脱一個嘅罪責啦，就係有幾個人搞住。喂，雷動計劃去到2017年啦，有冇公布佢啲 raw data 出嚟啊？有冇話俾大家聽佢當時決定嘅幾個選舉建議係用啲咩方式計算出嚟？完全冇。即簡單已經赤裸裸話俾你聽，雷動計劃就係由幾個老人家去決定翻香港究竟投啲乜嘢人，究竟香港應該行一啲咩嘅政治路線。我唔炒喎，你點得？喂，當年好多人仲喺度講，咁我都有自由去投，跟雷動計劃投嘅。咁我咪要話翻俾你聽，你雷動計劃呃鳩人，我要拆穿你個假面具，等到香港人嘅自由意志唔會被蒙騙咯。呢一個咁樣樣嘅主流同非主流嘅鬥爭，老一輩同新一代嘅鬥爭，只要佢哋唔能夠去體恤翻，喂，跟住又調翻轉，點解你啲後生仔唔體恤老人家？屌，依家仲唔能夠體恤啊？周街都有關愛座、關愛呢、關愛台，嚇幾撚多？即係而家你係控制住主流嘅傳媒，你要利用你自己嘅 connection， 可以有最多人 broadcast 去睇。我哋而家低俗頻道都仲係要捱下捱下，即係要艱苦經營。MSK 而家係，然後仲要我包容你，咪傻撚咗啊！我梗係要踢爆你哋，要揭穿你嘅假面具，同埋要令到好多人都要知道呢一班人已經老啦、歐啦，要被淘汰啦。我再講一次，就係呢啲咩徐少華、劉世。這個吳志森 on Q 仔、這個鄭經翰，或者我們說這些曾志豪、這個的、歐嘉倫，總之這班人是要被淘汰的。他再是講一些，即我們說十人牙威，再是講一些可能每早上看幾份報紙，講一些人民疫雲的事，這一件事不再是我覺得在將來對於香港民主是有幫助的人。即係你如果話我2016年嘅回顧同埋2017年嘅展望，又係我係講要將呢一班人掃走，要將即係我哋認清翻我哋自己嘅本質，繼續抗爭。咁當然啦，我預期啦，曾俊華上台咧，對於激進派嚟講係會有一個咧係低沉期，但係我覺得唔會遠嘅，即係呢個低沉期唔會長嘅，知點解？只要曾俊華一路都係要聽大陸講嘢，就一定係會同香港人嘅利益有矛盾。到時你班泛民瞓撚曬身去撐曾俊華。就要承擔翻呢個惡果，呢、這個就係我對2017年嘅睇法。好，咁啊，今日過曬時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做嘅《戀友論壇》。咁啊，但係請多個訂閱，係啊，星期五嘅九至十，星期六嘅九至十，仍然會有《戀友世界》嘅。好，到時再見，拜拜。